办法。经过了我这几天的悉心研究啊，我终于找到了为什么我之前经常挑战失败的关键因素。我之前呢，以为我挑战过不了关，是因为我技术太菜。但是呢，我最近拜访了很多很多的博主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个主播之后，我发现，不是我的技术太菜，是我的设备太差了。这王小贱给我买的都是些啥呀？我跟你们说，你放。今天我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哼，我要把我的外设通通都换了，换这套最高端，现在最高端、最时尚、最适合打游戏的这套外设，而且我告诉你们说，全无线，趁着这波东西给你们做一期开箱，跟你们分享分享我即将要使用的这些啊战无不胜的外设到底是什么。首先呢，开的第一个是这个国际的 G913TKL 无线蓝牙机械键盘。真是符合我所有对键盘的想象。哇，哎，这个键盘很轻薄哎，跟我之前一些传统的机械键盘确实不太一样，而且这里还有这种铝合金的拉丝设计，就非常的就是有质感，非常的好看，高端大气。然后通电之后它应该是有炫彩灯光的，而且这个灯光据说也可以待机40小时不断电，哇，超级好看。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，这款键盘我喜欢它的点是在于说，它可以 PC 平板，然后加上手机都是可以连接使用的。它是那种就是，打起字来既有弹性手感，同时它又非常的轻松，就这种轴承是非常轻松的，很舒服很快，而且声音也还好，静音的，然后，也不会吵到家里人，就很适合我。平常我打的时候就。接下来呢，要出场的是罗技的 G304 游戏鼠标，而且也是无线的。然后这个鼠标呢，我看了一下它的介绍啊，它一节电池呢可以待机有250个小时，玩游戏绝对没有问题，超爽！哇，这真的好轻啊，特别适合年轻人，因为它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所以无论你喜欢什么颜色呢，都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。而且这个颜色配色非常的年轻，非常的时尚。嘿，它配套的里面居然还送了我一节电池，它是用电池的哦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是笔记本啊带出去，各方面也不用担心它没电，10天绰绰有余。无论你是出去打游戏还是出去办公，都够了。第三个要出场的是也是罗技的 G733 超轻的这款无线耳机，之前我做活动的时候呢，也有送给过粉丝过这一款，然后我当时就被种草了，然后现在我在选择的时候，我依然会选择它，因为它超级轻，只有200多克。这款的包裹性超好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看到吗？它这个里面有一层这个，我脑袋就不会疼了。以前有好多会顶着我这个脑袋，然后之前王小贱给我推荐那个专业的那个录音耳机，就是顶着我脑壳真的疼。然后有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很硬，然后它这款是超软的海绵。上一次开箱的时候，那个无线耳机嘛，就是戴了我的耳框会很痛，而且特别是我喜欢戴一下耳环的时候，然后就特别痛。这款没有，这款还蛮舒服的。这款真的挺好的，而且呢，这款它也是全这个无线技术啊，非常的高端。然后打游戏的时候也。无牵无挂，然后这个 PS4 手机平板，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，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看影音啊、投影啊什么，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，就非常的方便。今天呢，我就决定把这些通通都换上。你们看好啊，明天开始的挑战，我就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，我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了。而且呢，我考虑了一下啊，之前的时候呢，吃鸡的时候经常吃不到鸡，其实呢也不是我个人菜的原因，对吧？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呢，是因为我的车技不够好。那车技不够好，当然得练，对不对？那人家老司机的秋名山车神，所以呢，我这两天在选这批硬件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一个好东西，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它已经搬到了我这儿。这一箱东西可就真的是干货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呢，我准备放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用，模拟赛车的，叫罗技 G923，它之前还有一个老版的，这是最新款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是你的方向盘，然后这个手感，哎，真的跟我家那个车的手感还蛮像，就是稍微小一圈。然后它这个是有点那种皮质感，磨砂的，然后也防滑。然后它这个上面有很多的按钮，一般赛车游戏它都是可以匹配的，像那个 PS 上的，还有电脑上的各种各样的赛车游戏，据说这一款都是可以体验的。这里有好多按钮，我还不知道它是干嘛的，我需要一点时间研究一下。关键性的东西来了，这个是踏板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踏板跟我的踏板是不一样的，我开车的时候开的是自动挡的，我学车也学的是自动挡的。作为一个女司机，我没有开过手动挡的车，但是这个踏板呢有
三个踏板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它是什么。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公屏上告诉我一下，哪个是刹车，哪个是油门。这个脚感是不错的，踩下去的感觉很真实，它不像那个游戏机房的那个东西啊，踩下去之后没感觉。这个是有感觉的，就是有真的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啊，这个比较松，这个就特别紧，然后这个就适中有弹性。哈，兄弟们，我臭名山你车神要上路啦，滴滴叭叭。哪个？